昨天只有杨坤出去了一会儿。快把杨坤叫过来。是。大姐，杨坤的房间里没有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一定是他，杨坤。你呢？为什么发现这批货被劫走了？很快就会查到我们头上，我们要销毁一切痕迹，叫他不知道从哪里去找。坤哥，魏双应该不会这么快找到这里的吧？这里是我们的秘密据点，还有我们的批货，应该藏得很隐蔽吧？以魏商的手段很快能找到这里，所以赶快销毁资料，赶紧走。那批货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在哪，我已通知大姐派人来接我们。别动，举起手来。老实点，杨坤在屋里吗？屋里有几个人？屋里有四个。支票就洗手吧，我们去夏威夷。念念这种生活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也是。走。魏双，小心。哎，我早就念念这种生活了。我也是。那赶快走吧。魏双，小心。
走。看我怎么不好好折磨你。
你的人马都已经进来